小水，哎呀，又来了！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来，喝茶了吗？嗯，刚叫完。嗯，我每次都是先叫。啊，好。你挺好吗？我挺好，很一般。看看啊，有没有啥变化？没啥变化。记得你上次说我有一个两毫米的。那是两毫米，有时候人能看到，有时候看不到。啊、这都是良性的。不知道我是妥了还是落枕了，我就觉得这个左侧的上面特别不舒服。是这个位置，每回一不舒服就想这个问题。那不会。啊，我想说什么？有一天我确实是打手机，就是一个姿势搞了一个半小时，完了就那块就不舒服。二十多年了。都很好，没什么事。我反正是能吃能睡的。你看这么胖吗？不胖了，胖了吗？胖了十斤呢，主任。如果做手术前我没那么胖。哎呀，那营养好也好。哎，我都想觉得是不是营养过剩了？对啊。我这给你看21年这个位置的，21年有原来就有，看到吧？啊，就这个，这个一没变化，现在还这么大哈、啊？对，继续观察，感觉没事哈、啊，没事，肯定没事。我现在都害怕，我退休了，我上哪找你？你我明年就退了，没事，在网上。明年退了，我就每年来看你。好，那你就怎么？年我就一年就不在这边待了吗？那我退休我要回老家的。哦。我退了，主任也不会不管我是吧？退了，对。肯定主任会管着你呀、啊！可以了，没事了。那好了，那就这样啊！嗯、谢谢啊，谢谢乔主任啊。嗯